很多朋友加入。我第一张照片。他会说我们就出来，就按住出来分享，出来分享啊，这样子咯。不是吧？人这样子转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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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他的脚。哎呦，用多久啊？用多久啊？一个月咯。一个月罢了啊！哎呦，你看。我喂，我一个月了。哇！请问一下，开心吗？值得吗？值得。太值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不懂花了多少钱都医不好，是吗？对吧？啊，所以你要感谢谁？对 ，OK， 泰和之水，对不对？啊，来分享一下，你用了多久？现在？我现在大概有四个月了啦。用了四个月了哈。OK， 除了你的脚的问题，还有什么问题啊？改善健康问题。腰痛啦，肩膀痛啦，还有我的脑之前有 X-ray 过吗？啊。之前会肿了，会晕的，后来跑去哦，肩膀这些。OK， 还有吗？酸痛咯，这些。还有吗？还有胃的问题咯。OK。胃的也是跑去。跑去了啦，所以你是哪里人啊？我是住大三角的。大三角人呐、啊，哦，你今天会来到怡保是为什么啊？来听梁总来。OK， 啊，还有李总哈。哦，是因为你觉得这一个产品可以帮到更多人，所以你今天来学习来了解更多，对吗？所以你想要在这里发展，可以帮到更多人，对吗？然后也想赚更多的钱，这才是重点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听说你跟思琳是陌生认识的吗？啊，不认识的。不认识的，怎么认识啊？你们啊？来哦，志工 ，OK。然后我就有讲到我的脚，看谁可以帮到我这样子啦。嗯。刚好他听到，他就联络我了。哦。然后他就隔一天，他从阿罗斯达就，哇，我也是很感动一下，从阿罗斯达这样子下来这样子。哦 ，OK。很想 ，OK。我装水。嗯。啊，叫我准备十桶水。嗯。我就准备给他了。嗯。啊，很临时的那种，他隔一天他就到来了，我 scan。哦 ，OK。我 scan 到第二次，我就 scan 第二次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，哎呀，反正都这么好嘛，我就想不如买起来。嗯。因为我刚好也是拿到你我的书。OK。啊，我刚好也是这个啊水银经过这个加持呢，我觉得很感恩。这个好像老天爷给我的，我就顺手就能买起来了。OK。因为我过后时候用了三个月多的时候。我在一个Zoom分享的时候，他们讲这个痛就痛不进去。我那时候我自己也没有发觉到，因为我工作很忙啊。嗯。我就 feel 看我的肩膀啊，我的腰啊，那时候那个痛已经不进去了。我才发现到，哎，原来这个啊泰和之健康水这么好，这么有效啊。嗯。好去都不知道哦。耶、嗯。那种。然后就慢慢有去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就是说，啊，要就慢慢啊、那个朋友也是算陌生的啦，我们也是这样子分享分享陌生的朋友这样子分享分享出来的，我也不知道讲出来那些，就一直他跟我讲，就看到有人需要的话就送好水给他嘛，送，就慢慢有人进来。哦，现在有多少人进来了啊？一些啦，一些啊，回本了没有？回本了啦，回本了啦，赚了多少了？一些些哦，一些些讲出来啦，不用紧的吗？四位数啊，四位数也不错了吗？对吧？啊，然后你身边的这些朋友啦、家人啦，包括你这些陌生的朋友啊，啊，他们用了这个水啦，有什么改善啊？有什么健康改善啊？皮肤改善啊？有，他们好像有比较多病的改善哦。OK。OK， 这样子哦，这样子啦。OK， 那还有其他的吗？那因为每次看到他们变健康的时候，我自己也是很开心。嗯。啊，会跟我讲啊，感谢我这样子哦。对对对对，所以我们每一次包我啊，还包我，还包你哇，那种感觉好像中彩票都比中彩票还高兴是吗？很感动的感觉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所以你发现到吗？我们泰和之这个平台的话呢？我们当帮助更多人的时候，
OK， 我们真的是比中彩票还高兴，对吗？所以我们呢，就是说我们许一个愿，大家都许一个愿，什么？就是想要帮助更多人改善他们的健康问题，对吗？第一，改善健康问题，有了健康，我们就要改善什么？改善我们的经济问题，大家认可吗？对吗？所以我们有经济更好的时候呢，我们才可以享受人生，大家认可吗？认可，对不对 ？OK， 所以我们一起加油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谢谢我们的June的分享啊，谢谢你啊 ，OK， 谢谢你，谢谢你。